猪肉价格上涨，不少民众觉得荷包缩水了。不过现在有一波抢购山猪潮发生。原住民朋友最喜欢吃的山猪肉，由于大多圈养在山上，活动力强，所以肉质比较 Q 弹。最近很多人来买山猪吗？有啊。那个你们的猪跟外面的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门外的锅里面呢，也买个高粱苗的。哎呀，那个肉不一样啊，吃的时候。有业者就干脆在路边卖起了大小山猪，有些是养来当宠物，有些在部落节庆上使用，觉得会比较体面。所以现在就是肉猪的价格较起啊，所以咱这山猪嘛，等于较有人在问啊。应该是。但是我这是也无讲介热烈讲来问安尼啦，啊嘛无讲起价起价悬安尼嘛。哎啦，好啦。没有想到这一波猪肉市场大战，山猪竟成了黑马，进军了猪肉市场。东台新闻部的综合报道。